我曾经是刘尚方氏的家主，从来都不得善终。如果有朝一日我做不到白首相庄，你可会后悔今日？不会，今日不会，以后永远也都不会。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开始，便知你假以时日，定是不世之才。陛下这么多年没有选过人，既然他选择了你，你就应该安心的在他身边，尽力保护他。以后他说的一切，你都要听从他，好好的保护他。 这对他的确很残酷，只有让一切逝去，慢慢用时间抚平，我死了，他会忘记。愿我一世追逐，不忍尘土，用青丝交付。愿我不念旧路，细雨朝暮，江山寒风不，愿我青春平复。 殿下有一事，唯你不可。沧海已泪滴千万壶，你不要低看了方海氏对你的情谊。就算朕不告诉他，他知道你现在处境艰难。 他也会想着法子来护着你。正因为如此，臣更不能连累他。哪怕只有一刻，放过自己好吗？那陛下呢？你愿意放了舒容妃，放过自己吗？ 我问你，我被你割舍，换来的是什么？从此以后，我与你再无任何瓜葛。可否用灵魂相认？ 以后不要再找解开百姓之法了，你只知表象，却不知内情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关于百姓，最重要的不是其他，是血。若这是臣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，也是成全了你我之间多年的情谊。好好活下去才是情谊。
陛下，臣请命去西平岗协助赈济灾情，陈荣飞肯定不会镇压灾民，但有心之人可能会利用暴乱威胁他的性命。方海市不是笼中鸟，他只有展翅高飞才能真正的快乐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，可你能护得了他一时，能护得了他一世吗？记住了，西平岗大旱，百姓疾苦，所以我要为了百姓在屋中祈雨。一日不下雨，我就要在屋中继续祈祷，不会出去的，拖住他们，能拖多久拖多久，拖到我回来为止。这次你是打算一直不现身人前吗？会一直护着我直到赈灾结束吗？从今日起，你不只是方海市，更是大征的湖州夫人。你也希望我能走到今日这一步吗？不是我希望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。此次西南之行，你平衡得很好，立了大功，朕便将这巡天之印赐予你。臣妾谢过陛下。师父，一别多日，牵挂师父和海氏，你们都好吗？盼终有一日能再相聚，顺送时期。